1982年10月1日，玉新良种厂在谷家村陈玉新的家里正式成立。这时的陈玉新大学毕业仅仅2个月。玉新良种厂开业4个月以后，陈玉新向单位提交了一份停薪留职报告。他在报告里写道：在半年时间里，我养起了作为种员的鹌鹑，我申请采取停薪留职的方式回乡搞上半年。随后其他三兄弟也纷纷向单位提出了辞职申请。在小小的新津县，一下子4位大学生兄弟辞职，这在当地引起了一场轰动。原来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，二哥刘永行参加考试，以新津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成都师范专科学校。第二年，老三陈玉新也考入四川农业大学。到1982年，兄弟4人都已经大学毕业，而且都有份稳定的工作。大学生和铁饭碗，这是多少人羡慕的一家子。现在居然一个都不想继续工作，要去做农村里的生意。在外人眼里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大学毕业生分到机关单位就是国家干部，现在干了半年又到农村去，有很多是惋惜，都是惋惜。但也有很多说法，有其他一说法，就是说国家培养花了好多钱把你培养出来，你出去搞单干，搞个人发财。无论外界如何议论，四兄弟的创业就这样起步了。1984年，玉新良种厂开办刚一年，年产鹌鹑就达到了15万只，四兄弟一下子成了赫赫有名的鹌鹑大王。2年后的1986年，四兄弟正式将公司的名字改成了希望。从此以后，刘家四兄弟的创业走上了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。在那个年代，我们就抓住一些机会，因为当年很多人不敢下去，不敢下海，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机会。